广大的游戏玩家来讲，裸机 G502 游戏鼠标英雄联盟限量款是一个不错的礼物。2018年消费级数码市场的精彩程度或许不及以往，但在极客之选心中依然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今年极客之选微信号 Geek Choice 同样也会通过年度产品评选的方式与大家一同分享那些配得上极客之名的数码产品。从12月24日开始，极客之选将会逐一揭晓年度产品评选的获奖产品。本年度评选将涉及到三个大类，共计18个奖项，从娱乐至上到生产力万岁。极客之选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维度和视角盘点2018年最有料的极客装备。年度电脑外设裸机 G502 游戏鼠标英雄联盟限量款。对于英雄联盟这款游戏而言，2018年是特别的一年，在首次入选亚运会电子体育项目之外， IG 战队夺得 S8 总冠军，也让他获得了广泛关注。裸机 G502 游戏鼠标英雄联盟限量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采用了和英雄联盟奥德赛系列皮肤相同的色彩元素，同时又建议有 Odyssey 字样，滚轮下方也加入了英雄联盟 logo， 使得它对于英雄联盟玩家们有着很高的吸引力与热点相结合，同时有着不错的产品表现，这也是我们选择它作为年度电脑外设的重要原因。在产品设计上，其按键为右手人体工学设计，左侧按键要低一些，而且为了能够适应不同玩家的实握时需要，裸机 G502 游戏鼠标英雄联盟限量款也附带了五个重要为 3.6 克的配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调节。当然，作为一款游戏鼠标，裸机 G502 游戏鼠标英雄联盟限量款本身也有保持着足够高的水准。它拥有11个可编程按键，并且采用了全新的 HERO 传感器，最高追踪速度为 400IPS， DPI 范围为100至16000。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它还支持1680万色 RGB 灯光，同时配备了裸机 LightSync 灯光系统，